吃不完的香蕉不要浪费了，做成香蕉派，大人小孩都喜欢。香蕉去皮，按压成泥，取一勺放饺子皮，对折后，四周拿叉子压紧。提前准备面包糠，先沾鸡蛋液，再裹一层面包糠，热成油温下锅炸，炸至金黄捞出，外酥里软，好吃到舔盘。